大家好，我是 VIM 的 Ricky， 适逢今日是元宵佳节，很高兴在这里和 HKEPC 的读者拜年。回顾过去 ，Rapu 为玩家推出不同的键盘和滑鼠产品，例如厚度只有 5.6mm 的不锈钢超薄刀锋系列键盘，除了都受到不少的用家好评之外，更获得德国 IF 的工业大奖，可以说是丰收的一年。2012年 ，Rapu 以创新路为主题，继续推出更多的产品，例如最近就率先推出采用 5GHz 技术的无线滑鼠，能够减低干扰，令信号更加稳定。而 Rapu 亦会继续研发更多技术先进的产品，去满足用户的需求。最后，我希望大家在元宵佳节，人月两团圆，有咁好嘅 5GHz 嘅滑鼠，我祝大家得心应手，恭喜恭喜！